大家好，这里是真博天空新闻台延伸活佛文集网路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843集的播出。前面有没有很大的爱心，对不对？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咕噜古列佛母心咒，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奉请咕噜古列佛母放光度教。咕噜咕列吹哩喳哈，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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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咕列吹哩喳哈。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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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咕噜古列佛母的心咒哦。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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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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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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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哈吹哩喳哈，哆哈吹哩喳哈，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我们现在来做网路的直播分享。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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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啊呼列吹哩喳哈，嗦啊呼列吹哩喳哈，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哦。嗡咕噜咕列吹哩喳哈，
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撒哈。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哩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哩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哩吹哩撒哈，咕噜咕哩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哩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撒哈，唵咕咧吹哩撒哈，撒哈，唵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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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哈，唵咕咧吹哩撒哈，撒哈，唵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咕噜咕咧，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撒哈，唵咕咧吹哩撒哈，撒哈，唵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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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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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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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哩撒哈，唵咕噜咕咧吹
抓好，哦咕噜咕噜列吹的抓好，哦噜咕噜列吹的抓好，哦咕噜咕噜列吹的抓好，哦咕噜咕噜列吹的抓好。Om go lo go de tui di saha Om go lo go de tui di saha Om go lo go de tui di saha 么么哒哇！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843集的播出。哇，大家都说今天画面很漂亮，刚好唱咕噜咕噜的，对不对？啊，看看现场同门林秀英 Melodus 黄传义啊，罗汉真佛消命，哇，图片好可爱哎！感谢我们的 FB 啊，徐月英，还有哇，拉不下去，这个卡机的。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啊，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843集的播出。图片卡住了，等一下哦，好，其他同门有没有看到？欢迎大家继续上来。今天那个咕噜咕噜的，好，怎么会这样子呢？好，那没关系，我们再重新再请大家再上来。那请大家再回来了。因为呢，今天这个台风外围环流把我们的网络稍微有点中断哦。来看看已经上来的同门有哪些。Richard Jun, Yinling Jen, 还有彩娟、黄传义、季珍，其他同门陆续的上来了。等一下我跟大家留言请大家出来看下一则贴文。在等候其他的同门。好，哇，刚刚那个可能转的档案比较大齁。好，我们我看看现在剩哇38分。那反正呢，如果你们有用保温瓶的话呢，保温瓶呢可以放豆浆吗？可以放牛奶吗？保温瓶如果放豆浆牛奶很容易长细菌哦。保温瓶可以放茶叶可以。但是呢，尽量避免放这个冰块的东西。还有呢，再跟大家报告一个健康新闻，就是吃饭呢，咀嚼好处多。专家讲增强免疫力哦，预防失智哦。好，所以呢，这个国际免疫权威日本医生呢，他就是专家讲，你吃东西其实要细嚼慢咽哦。它的好处有哪些呢？第一个，细细的品味食物哦，可以感觉食物的美味。第二个呢，刺激脑部保持中枢，可以预防吃太多。第三呢，有助于分泌大量的消化酵素。再来呢，仔细的咀嚼能够制造大量的唾液，冲洗口中的脏污，预防蛀牙跟牙周病跟口臭，锻炼嘴边的肌肉，让表情丰富。我们的师尊吃东西都是细嚼慢咽的。哇，这个Alan Wong 那个如果你帮我制作 YouTube 的话，变成说这两个影片要剪成一个手机可以看，但是平板不可以好，那就是这个新闻就是告诉大家，吃东西呢最好是细嚼慢咽这个帮助你这个口腔那个还有那个大脑这边的
运动预防失智。好，好，看看现场朋友们，哇，这个邵敏也上来了，黄玉珍啊，还有谁？这个陈林珍、施贤娟、Ben Jen Dan 啊 ，Joan Low， 还有阿 Ben Lin、May Lotus， Vicky Fan、刘慧芳啊 ，Katie Brana， 还有 Fran Francis Bo 啊，陈清华、Julian Wong 啊，傅思锦师姐、Howin Wong、Lip Dong Dai 啊，宝特瓶保温瓶装水哦，宝特瓶你喝那个矿泉水。喝完那个瓶子要丢掉，也不要重复用，因为里面会分解一些塑胶的那个细微的东西哦，对身体会影响健康。王国慧、陈乔峰、英英娟啊、季珍、彩娟啊、黄川义、Richard Jun 啊，谢谢大家。刚刚那个网络卡机，等了很久他都没有回复，我们只好再重新再上来了哈。May Lotus 啊，江苏苏。那啊，肖燕令，谢谢大家，跟大家报告上一集，跟大家报告上一集脸书的贴文啊，我们的回应 ，Richard Jun 讲，念佛的心咒就是念佛的心，真佛密法是最齐全的，跟随师尊修行，脚步尽施，重法实修，终究会成就。密教弟子不要乱到处啊，参加宗外的法会。别的宗派的传承，接受别的宗派的灌顶哦，会把我们珍贵的传承灌顶灌不见哦。啊 ，Karen Lee 啊，皈依师尊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尤美赖每天都以清水变化无量无尽珍宝供养诸佛菩萨。好，那上一集金头脑的答案是什么呢？皈依真佛中就是最终的，为什么？因为再也讲不到。法最齐全的宗派了。好，那今天的金头脑题目是什么呢？密教行者除了师尊给你印证之外，自己可以印证自己吗？那自己如果要印证自己，叫做自由心证。自由心证呢，需要有哪些条件？有哪些啊？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你能够答对几题，就是都给你计分哦。今天呢，智慧的光环要跟大家介绍的题目叫做无名妄想。我们大家都会那个念头像瀑布一样稀里哗啦的，对不对？剪不断，理还乱，抽刀断水，水更流，对不对？古代的人写诗，这个水一直在流，你用这个刀把它。断是断不了的，你断的话水更流，抽刀断水，水更流。好，那师尊在这个就是比喻我们的妄念。哇，上次好不是一根卡机，是 FB 的问题哈。好，那这个佛陀呢，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证悟哦，他证悟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切众生身心实相本于法身如来毗卢遮那佛平等而无丝毫无丝毫的差异众生这个众生的一切世间出世间功德无不成就亦无不具足简单来讲所有的众生本来都是如来跟如来的佛性都是一样的只因为无名妄想而卡在那边就像我们刚刚 FB 卡机一样很多众生就是卡在无名妄想之间所以没办法成就所以呢师尊讲到无名妄想这四个字只要无名妄想能够去除的话众生就跟佛平等平等没有差别你想说那我不要妄想我不要打妄念我就成佛了当然要靠自己慢慢的修行修到身口意清净所以密教呢修行有身都在结手印口有念咒意念有做观想曾经有人讲密教的修行做观想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一个观想一大堆可是它只有一个你观想这一大堆会不会骗佛菩萨呢？
其实密教呢，它很特别的是，因为你在做观想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结手印，对不对？这身的清净，有念咒，是不是口的清净？那有观想，是不是意念的清净？对，身口意三密清净，神变加持，加持你的观想，佛菩萨就会得到你的供养，却是真实的。这个是密教比较特殊的。所以以后有人跟你讲说，都对，你跟人家讲说啊，我可以观想很多，他说你凭什么观想很多？你要跟他讲，我们是三密清净，我们有手印，我们有咒语，我们有观想，哦，三密加持，神变加持，这个观想佛菩萨就会收到了，对不对？很棒，这个就是我们密教的神变加持了。外面的人看以为是假的，其实我们密教的神变加持啊，神这个神明的神，变化的变，神变加持，一切都是真的。所以今天世人遇到我广传真佛密法，其实真如即我身，师尊就是如来，就是真如，就是空性，就是佛性。一般的众生他没有办法见到空性，见证空性，证悟佛性怎么办？我们先以师尊的佛性为我们的佛性，这个叫真佛作弊法。所以你每念一句上师行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吽，难道就是只有上师行咒吗？师尊讲他的一句上师行咒，不是只有师尊，而是所有虚空中的如来，所有虚空中的莲花童子的佛性。哇，所以你念上师行咒其实是很伟大的，是很超胜的，是很殊胜的，你知道吗？哦，所以呢，师尊讲，哎，这个呢，真如即法身哦，即我身，佛法即无体，三密啊，三密业用，重重深妙，密密密奥，若离三密，永无成佛之期。所以密教的咒、手印、观想、身口意三密相应哦，神变加持，修假成真。即身成佛，哇，好棒！哎，哦，所以呢，我们都是有妄念，对不对？密教呢是用你的观想来去清除你的妄念，哦，以幻来止幻，以观想来止妄想，哦，到达最后清净的无念为正觉佛宝，哦，这个就是这一篇主要的意义了。好，我们来看现场同门丽莎令的功课。甘佛丽有空多来，这是 question 啊。舒淇你好，哎，魏君购、张素珠啊、周昂，还有哎这个这个谁，张素珠啊 ，Francis Lin 哦，那个香华雷大师、苏仁初教你好，田仁丽、梅莲师姐啊。好，每年师姐两万遍上师心咒，以心亮亮，陈林真，风明代 Amy Young 啊，修威力，好，邵明吴秀吉的功课 ，Lisa John 郑雅珍，林飞林 Joe Deggan 啊，哇，张威凤你好 ，Joe M Morris 啊，这个怡宝，怡宝的俊雄师兄，丹妹妹，好 ，Lisa Lin， 天亮旺，好，掌声鼓励，谢谢大家上来了。刚刚那个唱歌咕噜咕噜，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软体哦，占了很大的空间哦，啊，那个大家一下子上来卡机了，哦，那我们再开一个，哎，再开一个贴文哦，大家可以叫大家一起上来了。好，那么呢，在下一篇跟大家介绍就是自由心证。我们的密教呢是师尊给你印证。但是呢，你离西雅图那么远，可不可以自己印证自己呢？最近在这个师尊的开示，有弟子讲他自己已经修到金刚法，能够觉得有感应的话，那么呢，如何又没有办法去这个西雅图求师尊
这个灌顶，亲师灌顶的话，那么呢怎么办呢？师尊讲叫自受灌顶，对不对？在梦中，在禅定，或者现眼前看到护法给自己灌顶，就是自受灌顶哦。这个是在修法上很真实的。那上个礼拜师尊讲一个灌顶，很令我觉得很感动，对不对？有个弟子呢，求爱染明王哦，祈求爱染明王灌顶，写信给师尊，结果呢，这个信还没有到，他就梦到师尊，梦到师尊呢出现，师尊用头碰他的头，哎，然后师尊的天心走出爱染明王，进到这个弟子的天心。师尊讲，这个叫做平等灌顶，平等的灌顶。然后师尊，这个弟子继续报告师尊啊、这个念还没有满30万遍的爱染明王心咒，居然在梦中见到了爱染明王在他自己的心轮了。师尊讲说，这个都已经要这个相应了，都对，这个弟子出圣很厉害的，对。这个也是自受灌顶，自己加持哦。所以呢，这个讲到说自己可不可以印证自己呢？哎，哇，这个谁想的？哎，这个 Lisa 这样讲，师尊常在开示中啊，教导修行心清净，脱离轮回的苦海，慈悲再来度众生啊。Eric Lee 还有 Corey Lee 曾玉婷，哎啊，玉云啊。啊，王国会的功课 Richard Jin 呢，密教是以患治患，直到生口一心训。Gary Namaste Lisa Lin 的功课好，所以呢，在这一篇智慧的光环讲到自由心证，就是说自己到底能不能印证自己呢？你现在接到了，呵呵，看重播。好，那这个呢，师尊讲这个呢，自己要印证自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金头脑的题目是什么呢？讲到说这个，密教行者，除了师尊给你印证，那自己可不可以印证呢？自己如果要自己印证，叫做自由心证，需要有哪些？你自己要达到哪些程度才叫做自由心证？如果你答对的话呢，哇，师尊讲了好几个哦。你答对其中的一个，我们都给你分数哦。好，那到底怎么样叫做自由心证呢？师尊说，你自己要问自己，自己的心有没有清净？人家讲一句话，骂你一句话，哇，要发疯了，哇，快要受不了了。那你说你印证什么呢？对不对？自己的心有没有清净？嘴巴有没有清净？如果一个相应的人会骂人吗？嘴巴会讲八卦是非吗？对不对？头有没有清净？身有没有清净？这身的清净不是你洗澡叫身清净哦，身清净就是呢，你在所有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你要守戒，你不犯戒，不正当的地方你没有去哦，没有做犯戒的行为，就是身的清净。然后身常常跟这个主尊的合一，也是身的清净哦，对不对？所以呢，自由心证的前几个条件，心清净吗？口有没有清净？那身有没有清净？身口意有没有清净？再来呢，还有什么条件呢？气有没有足？哦，对，一天到晚脸苍白。相应的人脸苍白，气很虚弱，一修法就要打瞌睡。你说你跟这个大威德金刚相应吗？跟十轮金刚相应吗？可是你的气都很弱哦，那不是很好笑吗？哦，对不对？这个人很好笑，所以气有没有很足？脉有没有通？对不对？哇，心轮痛，哇，头痛。哦，这个痛的地方就是因为脉没有通哦。哇，还有那个挥军够说好几天没听啊，啊，欢迎看重播，谢谢你上来。所以你脉有通才是嘛，对不对？还有明点无漏哦，明点无漏包括你的白菩提哦，包括你身体所有的荷蒙都非常的具足，
非常的充足，那个才算是相应嘛。所以气足够吗？脉通吗？明点无漏吗？还有什么呢？有没有正得大乐，对不对？正得大乐的话，一定是他的那个内火要燃烧产生的那个大乐、哦、那个内火要气入中脉白补一下，这样产生的大乐嘛，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红白菩提在心轮结成的光明，就会看到净光。所以有没有大乐？有没有净光出现？对不对？再来有没有证入到空性啊、哦？空心佛，然后呢，果地圆寂佛，水果的果，地方的地啊、哦，圆形的圆啊、哦，那个北极南极的极，果地圆寂佛有没有证得果位吗？对不对？好，这几个才算是这个自由心证哦。所以呢，你在这个听到某某人讲，他跟地藏菩萨相应，跟绿度母相应，还是跟瑶池金母相应，还是跟虎头金刚相应，跟那么多尊相应，可能当中有同门是真的是很实修的。但是呢，有些人自己也要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气脉气有没有足，脉有没有通，有没有见证无漏，好、哦、明点是不是充足，有没有证得大乐，有没有证得净光，有没有空心，有没有证得果位，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哦、所以呢，最后自由心证就是这样，法身如来的内证之法，好、哦、虽然等觉菩萨不能测知，唯佛与佛能够知道的更高的境界的话呢，哦，也一般的人也没办法测知。不过呢，所以你说你有感应有相应哦，诶，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写信来请问师尊。就像师尊呢，这个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在西雅图开示的，同门把自己这个验证的这个现象写给师尊，由师尊来为你判定也可以哦。好，那现今的人呢，师尊写到哦，现在的人正是末法时代，如果全部都是自由心证，自己印证自己，自己讲自己证悟了、哦、那也很难去分辨谁真的证悟，谁真的没有证悟，不容易分辨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妄语的人很多，讲骗话的很多，有的是自己骗自己，对不对？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啊、这个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像，然后自己被那个像骗了。但是呢，我们也是相信，也有人是真的修正的，都是有。那有的人呢，急功近利啊，就是说急着要成就，急着要炫耀，也有的哦，贪图名闻利养，哇，这个就是更糟糕的，对不对？那就很好些啊，就是他想要这个赶快感应，赶快问世，然后呢哇，这个谁写得很完整啊，凯蒂布拉纳，赶快感应，赶快相应，然后呢哇，就这个让大家去尊敬他，或者就帮人家问世，其实他自己都还没有证得，或者他自己是鬼神之通而已，对不对？哦，所以自由心证呢，有人会这样子入魔道的，嘿，然后最后就堕入地狱道了。哦，所以师尊讲自由心证哦，会出现妄语的人说他自己已经开悟了，疯子精神病患也讲自己已经开悟了，哇。那入魔的走火入魔的说他自己已经成佛了，鬼附身的都说他自己有大神通，这个都是师尊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哦，大成就者即是被魔戏弄者，哇，被玻璃灯吓一跳，不好意思。啊，所以师尊最后呢，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老实修行吧。
不要有千万不要有自己已经修到什么境界的想念哦。这段讲自然就好，否则很容易着相，会自毁慧命，会自己毁坏了自己智慧的生命了。哇，谢谢我们师尊给我们的开示哦。好，节目中间我们祈请根本传承，我们请佛住世，愿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我们唱上师心咒。嗡啊吽咕噜呗，阿呵萨萨玛哈帝喧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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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尊教导我们什么叫做自由心证。我们所有的修行由根本上师来印证，师尊你教导我们不要执着自己的境界，就像金刚经一样，阿罗汉不执着自己证得阿罗汉，甚至证得三藐三菩提也不执着自己证悟的境界。师尊你教导我们老实修行自然最好的，师尊你教我们我们所有的供养，所有的观想意念执念来去除我们的无明妄想。我们依照师尊您的教导，祈请您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感恩师尊，想念您，愿您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佛体安康，一切弘法事业顺利，广度众生。唵咕噜连声悉地吽。我们给师尊热烈的掌声。好，接着呢，《活佛之歌》第三册要告诉大家你是怎么转世的。有的转世为男的，有的转世成女的，有的高，有的矮，有的圆，有的扁。师尊有一次跟我讲，慧君上师的细胞是圆的，圆的，圆的，是很好笑。我讲到人的入胎，人是怎么转世的，人如何入胎啊？然后呢，因为呢，这个在西雅图呢有轮流法师的开示。那位法师在跟师尊报告心得的时候呢，他讲到什么科技上所谓的冷冻遗体，做主要就是人类想要自己长寿，求长生不老。这个在古代中国的秦始皇已经做过了。这个科技呢，就是说这个人已经生了这个病，但是目前的医学没办法治他的病，只好把他这个遗体，他的身体把他冷冻了。
冷冻几年哦，五年、十年或者更久，等到将来科学发达了，可以治这个病，再把它解冻，解冻，然后用这个新的医药来治疗这个病。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这样子吗？哦，那个如果呢，将来把你解冻之后，一些亲朋好友都已经走了，只剩下你，那周围都是不认识的人。不知道你的感想怎么样呢？好，那就是关于这个冷冻遗体的事情啊。师尊呢讲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八仙啊，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吕祖哦，吕祖呢他有一次他就跟他的师父讲，师尊请留下来，这是谁啊？甘风令，大家需要师尊的教导啊。这个吕祖吕洞宾哦，他讲说他已经修到长生不老了，就是这个生命可以活，对不对？听说最古老最长寿的是吕祖哦，可以八百岁，也有人讲说莲华生大师活到800岁，我师尊讲印度哦，计算一年的时间，像我们是一年12个月，在古代印度一年是不是12个月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时间不可考，也不知道。不过呢吕洞宾吕祖他确实修到长生不老了，他去见他的佛门黄龙祖师哦，这个黄龙祖师是一个正道的人哦，他就跟黄龙祖师讲，我已经修到长生不老了，然后黄龙祖师呢他怎么样，他笑一笑，哈哈哈哈，你的长生不老就像我手上的这个席杖一样，这个一根一根咚咚咚的席杖一样，铁嘛它永远不会坏，对不对？黄金也不会坏，可是它没有作用，对不对？哇，这个黄龙祖师没有讲他很厉害，他讲说那跟那个席上跟这个铁一样有什么用呢，长生不老是不是没有错，但是没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师尊用这个故事来回应刚刚的那个莲情，就是之前讲这个佛法心得报告的莲情法师，你说这个冷冻的技术把这个人把他冷冻了，然后治了病，治了病好之后，那这个人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人懂佛法吗？如果懂佛法继续修是很好的，万一如果不懂佛法，那呢活了时间到还不是一样走，它的作用是在哪里呢？所以大家师尊讲大家想一想那这个是这样活着是干什么呢？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是做什么呢？浪费粮食，是不是？照样偷鸡摸狗，你说有什么意义？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意义呢？吕洞宾是神仙，他已经是清净无为了，一活好几千年几万年长生不老，可是黄龙祖师却讲不过是我手上的这个席杖，不锈钢的席杖而已，没有作用啊，对不对？哇！所以师尊呢用这个例子来举例他说现代的人求长生不老，对不对？懂得佛法的人都是希望自己活得精彩就好，活得刚好就好，像我是觉得自己不要活太久，活得刚好就好了。然后呢，所以现代人求长生不老求长寿，事实上对人类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你看人世代交替一直这样子循环，对不对？这个循环啊，这个父亲，这个阿公，父亲，儿子，孙子，然后呢再来孙子再长大了又结婚了又变父亲，又儿子又孙子，一直在循环，对不对？本来就是在交替的，为什么把那些烂的东西、臭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继续保留？有什么意思？我们师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算是吕洞宾那么清高，已经修行修到神仙了，长生不老，
黄龙祖师认为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人的妄心妄念呢，还是这个什么，还在这个执着自己的身体啊，练自己的尸体啊的那个毛病，对自己的肉身，哇，好喜欢这样，好喜欢，好喜欢，那一种贪念，那种妄念存在，其实是很可怕的。啊，记得呢，我听过一个故事哦，有一个女的，哎，有一个女的死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人身体、人尸体上的一只白白的虫，对不对？那个肉腐烂的，不是要长虫吗？那个女的呢，很漂亮，可是死了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吃尸体的虫呢？因为她很爱漂亮，一直这个打扮化妆，这个全部的精力都在用在自己身上的，用好的、吃好的、装得美美的。哎，身体白白的，又洗牛奶，又敷脸，又用最贵的化妆品，结果死了之后呢，因为执着身体变成一只虫，还钻在身体里面，是不是很可怕？最漂亮的变成最丑的，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执着身体就是这样。好，根据佛门来讲哦，要修到自主生死。师尊讲，你也不会有太大的烦恼，对于死也不会这个恐惧，对不对？知道怎么生，知道怎么死。好，那接下来师尊讲，人的灵识是怎么转世的？嘿，如何入胎的？师尊讲哈，中阴。哎，所以为什么莲华生大师在西元六世纪哦，有这个中阴文教得度？哎，中阴文教得度就是说。这个人，哎，这个人啊，在临终快要死的时候，啊，遇到善知识在旁边提醒他，叫他呢专一，然后呢念佛，跟着佛的光走，对不对？要避免不好的这个六道轮回，要注意，对不对？哎，遇到了这个看到淡蓝色的光，这个是畜生道的；淡绿色的光是阿修罗道。淡蓝黄色的光是人道的，淡白色的光是天道的，烟雾色的光是白色的。Okay, 所以淡色的光有毒，对不对？你只能跟强烈的佛光，最好是跟着师尊强烈的佛光去。哦，那看到了这个，有鬼在抓你，不要害怕，那是你的业障所显现的。看到男女生在洞房在交合，你若喜欢进去了，你就投胎，就跟着转世，喜欢男的就投女胎，喜欢女的就投男胎，对不对？所以你是怎么来的？哦，所以呢，这些教授的方法，都是中阴文教得度，在师尊的文集《渡过生死的大海》有完整的介绍了。哦，所以这个所以师尊讲中阴文教得度里面不是写的吗？这个灵魂走啊走啊，看到有一个很大又很凶的巨人在你的面前，你很害怕，那你就往前面躲。哇，看到前面有个洞，啪掉下去，跑到洞里面出来，你就吼吼吼吼变成猪，变成动物，对不对？临终的时候看到长长的火车来接引你，你投胎就变成蛇；看到轿子抬轿的人来接引你，又变成螃蟹一啊，爪八个，两个尖啊那么大个，眼一挤啊，脖子一缩啊，爬呀爬啊，哦，过沙河变成螃蟹，对不对？临终的时候你看到飞机来接引你，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鸟，就转世成鸟，所以呢，师尊讲人怎么入胎，就是你根据你的意识的事哦，你的灵识，你喜欢什么你就进去什么，对不对？你喜欢 Starbucks 咖啡，哇，那个路边有个 Starbucks 咖啡，哇，很好，你就进去，进去喝咖啡，你就投胎转世，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位弟子叫做迦龙，我曾经讲过，他临终的时候呢，往生了，在阴间居然看到了师尊，
这任蒋家龙，我已经等你等半年了。哇，这个家龙很感动，说师尊，你为什么等我等半年？师尊跟他讲，因为呢，你以前在生活着的时候，你常常供养师尊，你供养师尊的这个福报因果已经成熟了，现在师尊要给你赐福。我现在看看手机的电哦，还很多哈、哦。所以师尊要给你赐福，要来护佑你哦。现在你跟师尊进到这个房间，哇，师尊就带他到这个房间。师尊准备了很多好吃的，有红烧猪脚，有那个那个梅干扣肉，呵呵，有干贝，有鱼翅，哇，很多好吃的菜。来招待莲花家龙，家龙好感动，谢谢师尊，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师尊说，现在呢，我有事情，我要先离开。家龙，你接下来你不要乱走，你不要乱跑哦。外面如果有的阴间的牛头马面的鬼差要来抓你，你千万不要走出这个门，你要在这个门里面哦。在这个屋子里面啊、家龙说好好好，师尊，我一定在待在家里面啊、哦。于是呢，这个后来师尊西游就不见了，然后呢外面的门哦就出现了，哇，狂风暴雨，哇，这个大力鬼的声音出来了，家龙你在哪里？家龙你在哪里？家龙，家龙你赶快出来，我们要抓你。家龙呢听到师尊叮咛他不要走出这个屋子，家龙就乖乖的在屋子，不论听到任何声音他完全不理会，安静的在房子里面等候师尊回来。后来过了不久，师尊回来，那师尊告诉家龙，家龙现在呢你要准备往生的时刻已经到了。这个门一打开，有四条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什么意思呢？这门打开，一条路是通投胎的，人胎、动物胎的胎生、卵生是当鸟的、鸡的下蛋的叫卵生，尸身当蚊虫，这个尸身，化身的鬼是化身的，哇，这四条路，你看哦，你如果打开你的门，你家的门，如果呢，你家的门前面的路你都没有办法走出去，都是危险的，请问你的路在哪里呢？那家龙就说，师尊打开来四条路，哇，胎生、尸身、卵生、化身。我都没有办法去，请问师尊，那我的路应该怎么走？师尊讲，路就在你的心中。哇，这个呢，迦龙一听，马上念一句 Om Guru 连声西地吼，这个一念下去呢怎么样呢？哇，这个呢前面出来一条很大的光明大道，原来莲花童子心咒通马哈双莲池，对对，一句 Om Guru 连声西地吽，这条路呢，家龙就跟着这一条光明的路冉冉上升到了马哈双莲池，很棒的哦。所以呢，我们的事在哪里呢？师尊讲，人是如何入胎的，都是根据你的习气。喜欢贪吃的、贪色的，你就是呢这个动物界的，对不对？动物界的喜欢骂人的，那个犯戒的就是地狱界的，喜欢斗争的就是阿修罗界的，那喜欢这个人道的，对不对？还是在人界的。有想念什么人？还是在人界的，还是在六道轮回的。所以师尊讲，你要看破，
看破这些自己的习气，对不对？你假如是自主生死的，你就会选择啊、你自己将来呢，如果你这个能够开顶的话，甚至你可以自己往生，自主往生，往生到妈双莲池，不用等接引，对不对？哎，哇，讲得很动听，对不对？哇，自己给自己掌声。这个故事呢，我讲了很多次，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了，对不对？哇，所以呢，你们这个上师心咒，真的每一句咒都是通往马哈双莲池哦，不要忘记哦。嘿，所以呢，每一句咒，每一句咒，每一句慢慢念，没有观想，没不要紧啊、哦。你真的观想不到，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仔细听每一句咒。你对这个咒要有信心，虽然你的习气，你还有业障，还有妄想，你念咒的时候呢，祈请师尊加持你的习气，赶快消除，赶快喜欢念这个咒，赶快有这个佛光给你加持，修法很有灵感。最后呢，你跟师尊相应的话，将来你能够开顶，师尊讲说你能够开顶的话，甚至可以自己夺舍法，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亲啊，自己要啊往生到哪里啊，投胎到哪里，对不对？那甚至呢，自己可以自主往生到自己想要的佛国，对不对？师尊最后讲，只有能够自己选择的才是自主生死。不是自己选择的，被逼的，被鬼追，被狗咬，被这些哇，这个阴间的鬼追，这个被逼的那个呢，就是六道轮回了。所以入胎呢，就是因为你的缘分产生了磁场，你的磁力哦，那个胎的磁力互相的接近，这是缘跟力量，所以呢。哇，路就在你的心中，这句话惊醒梦中人，对，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心哦，还喜欢是非，喜欢八卦，喜欢斗争，喜欢比赛，谁是第一，只有自己最强的，斗争的心很强，很容易入魔，魔道就是阿修罗的境界了。哇，所以呢，这个缘跟力量呢，也是一种磁性。你活着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的心，你的心境呢是到达什么样的心境，对不对？哦，那这种磁性呢，也是一种互相吸引的，跟自己的习气有关系的。好，所以呢，哇，这个在师尊讲在中英文教得度的时候呢，万一你看到这个哇，被狗咬，每天都被亮亮咬，怎么办？你要把亮亮观想他的头顶有个白色的凤字，白色的莲花上面有凤字放光，对不对？嘿嘿，哦，对动物的情最后也要放下，你只有对动物的情，人很容易对这个众生产生的感情哦，这个情也要放下，否则很难往生的哦。好，所以呢，就是在这一篇里面讲到的哦，最后师尊讲，知是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我们所做的如梦如幻。现在呢，你们当然佛法的理论大家听了又听，讲了又讲，但是呢，有哪些金句能够入得你的眼，能够入得你的心，要自己去祈请根本传承来给你加持，让你能够明心，能够每次修法念咒充满灵感，好不好啊？好，我们来看现场的同门的留言了啊，大叔猪的回应的，对不对？Lisa 这样讲，临终能够观想中哦，师尊放光在顶哦，那融入一体往净土，不堕六道轮回中啊，路就在你心中，对不对？阿弟不松哦，海娟哦，哇，你一定要念满800万遍哦，上师行咒，将来往生妈双莲池啊。
抓着肉啊啊，老米说师尊一起帮嘿啊，那那个哇 ，Lotus 妹说这个故事很棒，对不对？这个是师尊文吉讲的故事哦，张瑞文、许慧玉嘿，日志俊讲中阴往生，如果遇到男女行。这个在洞房、哦、洞的心念就会入胎，所以你活着的时候，你如果看到男女生，你要想一个是佛父佛母，像十轮金刚，十轮金刚的佛母，大威德金刚，大威德金刚的佛母，妙音佛母，对不对？如果你不小心看到，你就要想这个佛父佛母、哦、记得嘿，然后不要这个平常就不要看这个黄色嘿哦，免得意念啊、免得意念都污染了。金说换哎，金丢令哦。如果要这个去除这个色的念头哦，还要修白骨观、不净观啊、哦。修那种修行，好像时钟，一步一秒永无止息，坚持理念啊、哦、这个中中金中啊，好、哦、曾文龙苏金当黑人翁啊。Jackie Fang 啊 ，Lisa Chen， 生命如果能够发挥光辉，体悟无常不执意啊，活在生活意义上，回复本性归宇宙。好，那郑明达，还有这个吴家涵啊，丹丹丢，黄美惠 ，Jenny Gong， Steady Fong 啊，杨东汉，还有 Cindy Lee， 薛丽令，陈慈长啊，面光令啊，甘茉莉师尊，请留下来，我们需要师尊哦。灰军购很香疼啊，谢琪琪啊啊 ，CD 的 Mr. Don 哎，好哎，这个谁我讲？彩君说人间啊不是我们久留之地，将来的天才是我们将来的天，将来的净土才是我们久留之地哦。好，时间已经到了哦，徐立芳也上来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节目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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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非常谢谢师尊的加持，咕噜咕列佛母前来的佛菩萨的加持，还有谢谢大家的莅临。今天跟大家介绍两篇文章，无名妄想，哎，那有人讲说密教用观想的全部都是用想的吗？其实密教有三密的加持，我们的观想有身口意啊，身印口印跟意的这个意念的神变加持，哎，所以呢这个是有加持力的，不是一般的妄想。我们密教呢是以观想来代替止住我们的妄念哦。好，自由心证、哦、我们的密教的修行呢，师父印证弟子，但是弟子可不可以自己印证自己呢？师尊讲自己要印证自己，自由心证要有条件，你的身清净吗？口清净吗？意念清净吗？你的气脉有没有充足？有没有无漏明点？有没有大漏？有没有大乐？有没有净光？有没有空心？
有没有过位圆满，这些都是条件哦。好，活佛之歌第三册介绍到人如何入胎，根据我们的习气还有意识，你的意识已经清净了吗？还是跟着习气？都对，喜欢斗争的就是阿修罗的习气了，就会堕入阿修罗道啊。喜欢犯戒犯业的就是地狱道啊，那个贪吝小气的就是恶鬼道啊，这个喜欢好吃好色的就是畜生道，哎，喜欢人伦的就是人道，喜欢行善啊，行善为乐的，哎，但是还没有证悟空性的，大部分还在天道的境界哦。所以呢，你要脱离六道的这个轮回，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心事在哪里，不要被这个心事所绑而超越正的空性。上师心咒就是我们将来正入麻哈双莲池的光明之路了啊！谢谢师尊的开示。我们给哇，下大雨了，是哪边下大雨啊？哦，好，你们那边哦，好。那我们谢谢师尊，那我们给师尊啾咪，来塞鲁亚比布灵布灵，好，麻烦大家给我们按赞、转贴、分享哦。哎，那我们哎，晚安，节目结束了，么么哒，么么哒，哎，好，新加坡下雨哦，好，拜拜。